去。哎，迄气候拄拄着好啊！啊，你入去，你入去，啊，你爱徛出来，徛出来。哦，拄好我要入去甲点歌，本来要甲点一块日本歌。来，姐姐，咱客有甲点啊了。一条做啥物？出外的囝仔。嘿。一条讲是鸳鸯客，隔壁叫鸳鸯路。对。啥物人点物件手济？那较手济哟，比我较紧。足紧啊！哦，你甲点的啊？你点某一条？无啦，迄个诶，哪道叫？伊啊，伊叫手啊。毋是啊。毋是哦。无啦。甲你甲我装笑的啊！你最近拢毋知我鞋仔换呢，加较大双呢。哎，你忙等下，我甲你踢转个买公厝，拄啊买，我甲你讲。你哪会遮厉害？你哪会知鸳鸯客、鸳鸯客、鸳鸯路拢会使啦？啊，拢会使哩吼。对。来。人客点唱，唱予人客听，嗨，接受人客点歌，对，这就是咱的荣幸。真的，来，来，所以我拢要消耗。真久无运动啊，你敢跳一个舞才出来？手足酸哦，这袂啦，手还好啦，是吼，有较喘一出啊。无，因为吼，我要予人客知影讲吼，其实啊，我们肚肚是有实力的，不管你是要唱歌，你是要跳舞。你要当主持介绍辣妹，你要当直播直播美女，她通通可以。所以东都啊吼，多小心的唱歌。我甲嘟嘟安尼吼，两个甲伴舞的时阵，你敢知影？以前哦，以前做这个康乐晚会，你在舞台上哦，你会唱歌哦，没有用，真的，你要先会伴舞，真的真的，你一定要先会伴舞，对对对。那么伴舞哦，其实咱的舞步真多，真的，总共有十几种，结果现在剩两种，啊，多个十几步，对，所以讲哦，这碟舞台店哦，能够有这么实力派的美女来到现场。我一定爱好好地甲考试，好好甲考验一下。OK， 来，我们先点唱这第一首歌哈，人客点的，出外的囡仔。本来我要叫嘟嘟唱一条日本歌，因为咱万应堂、万应公家，这吼这历史悠久啊，真的真的。啊，其实吼，你嘛讲哦，因的年代吼都是听那个日语歌，哦，日文歌哈，日文歌，对，霓虹欧达的是，对对对。啊，本来我是讲叫嘟嘟要唱一条诶日本歌。我吼啊，甲咱的万应公接受，互咱的万应公安尼吼听，嘿，互伊听欢喜啊。啊，结果人家拢无甲你点啊。好，无紧无紧来，你唱人家点的歌，互明仔有机会咧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出歌的囡仔，来嘟嘟。Thank you.
啊吼。但是哦，你若敢若听到伊的歌声哦，你唔知讲是本人唱的，啊，你讲话甲唱歌完全无同款。对啊。啊，你带恁千金来看遐。是啊。啊，谢谢啦，感谢啦。啊。迄千金愈来愈水，比那百较水。对。啊，对吧？伊跟那百同款就系啊。无啦，比那百较水一定爱。对啊，一定爱。我要跟恁讲的呀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你点名啊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原来是你哦，我咧找我乡亲讲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安尼吼，这个人讲真客气，真高义啊。对啊。好来。即马搁来这条歌，甲阮人家点的《鸳鸯路》，好，祝咱的朋友大家拢总会当做事业有好前途。这条上点的，用手多一个，用手，用手多一个，对，多一个压手一个，哦，伫遮呀，好听吧？好听吼，哦，你敢知伊唱甲偌欢喜嘞？唱甲目睭拢开开，谢谢。
即摆吼，咧唱歌的时阵，伊咧享受吼，迄、那个感情。哎呀，我咧讲要习惯，目睭嘛开开。哦，阿玲哦，我甲你讲，伊咧目睭大大蕊。哎，阿迄个嗯，阿迄个喂，哎，啊喂，好啦，迄就是安怎，你知无？唱歌的曲势。对啦。有人唱歌会脚开开。哎，叫我嘛会咧。哎，你嘛会吼？啊，你正常的啦。我安尼会跋倒啊。哦，安尼会跋倒吼。嘿啊，因为这个哪，迄个不倒翁的嘛。哎，不倒翁，安尼，那颠来颠过去。对啊，颠就是啦。啊，安怎颠都拢未倒去安尼，小奇怪吼。来，拄我唱歌，大家拢有认可。谢谢。哦，大家拢有赞同。哎。讲这个有影老唱。主持的无白讲话。系。嘿，即马过来换口才啊。哦，换口才。口才就是你的职业嘛。啊，对。做一个这个迄、那个网络直播美女吼、喔，口才一定爱做好诶。谢谢。你要应付的人客是百百款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讲吼、喔，这吼、喔、个性吼、喔、一定爱训练到安尼吼，迄、那个叫做人咧讲的什么会顺境。哎，芦荟顺路会顺境，对，一定按人家这个阶段，对，即摆变千年妖精。哎，严重吼，阿无，是安尼披露啦，是安尼披露啦，啊，所以讲即摆话练口才。